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你烦不烦呢？你，我给医生打个电话。站着！明天你就搬走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再让我死得更快！ 你让我清醒几天行不行？明天早上我要是醒过来的时候你还在这儿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。还有那个神经兮兮的心理医生有没有跟你们说过，有病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 对不起啊，大哥，喝多了，滚！<笑>
张总，张总，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没事，你带他去洗个澡，给他换身干净衣服。卧室的柜子里有，你就给他换上吧。走吧。他脑子，你有点耐心啊。醒了，洗把脸，该吃饭了。真好喝。昨天我跟你说别再跟着我，你怎么还跟着我？我妈走了。你妈妈走了？什么意思？她说她回家，去坐火车，要去很远的地方。那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呢？我不和她走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那你妈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？我不和她走。他走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他捡来的。”什么是亲生女儿啊？就是你还有一个妈妈，你不记得你亲生母亲了吗？周阿婆。那你记不记得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不是真的要养着他吧？那怎么办？你把他扔大街上去。你把他送走。送哪儿去啊？送收容所。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同情心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非礼他了？他可是叫你老公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庸俗啊你？庸俗？你说我庸俗？
爸爸妈妈是谁？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算了，睡觉吧。你就睡卧室去吧。那你呢？我就睡这儿吧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睡。不过这事确实跟我没关系。哥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跟他以前到底有没有过瓜葛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没有。就算我跟他有瓜葛，你是我妹妹，我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天天喝酒，你喝醉以后自己干了什么，你自己记得起来吗？说不定哪天喝醉了，在外面欠了风流账，你自己都想不起来了。我再怎么喝酒，可是像这样的人，哎，你说我有什么机会认识这样的人？好了好了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我是你妹，我是想为了你好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样了？这个人肯定不正常。要不这样，明天我们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检查，不就全明白了吗？他患的是塔曼亚诺综合症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种类似于老年痴呆的严重失忆症，说明他脑神经受过强烈的刺激。能治得好吗？从理论上说，因为他从主观意识上逃避现实生活，恢复的可能性很小。不过很奇怪的是，他现在脑反射区出现了非常活跃的迹象，脑反射区主管记忆，这是不正常的。要是脑反射区出现这种异常的反应，只能说明一点，病人的脑神经最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。医生，我还是听不明白。你刚才说他一见到你就一直跟着你，是这样吗？或许你就是让他脑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诱因。很可能你和他以前生活中的某个人特别像。你再想想，你和他以前真的没有什么接触？找到了，赵林，女，27岁，职业小学教师，住址西川市中山路建军胡同2号莲花小区3栋506室，联系人赵卫国。西川？对，是一年前报失的，
赵林是从西川市精神疾病治疗中心走失的，去年他的父母来我们这儿做过人口报失。莲莲，我是你妈妈呀，认识我吗？咱回家吧，啊！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林丽，去年十月份，我女儿正准备要结婚，她的对象李辉是一名警察，他们俩的感情一直都很好，可就在他结婚的前两天，李辉接到一个任务。是这样的，李辉是我们公安局重案组的。去年春天，我市发生了一起运钞车被抢案，三名押送员被杀，这是一起公安部督办的大案。为了破这起大案，李辉和赵林两次推迟了婚期。本来去年的十月十八号他们是要结婚的，可是十月十四号下午，我们接到你市公安局的协报，说是在你们市发现了那三个嫌疑人的踪迹，李辉和重案组全体成员就赶到你们市，可是没想到他这一来就再没回去。这件事儿，电台和报纸都报道过。在围捕那几个罪犯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警察牺牲了。对，就是李辉。玲玲知道李辉去世的消息后，第五天就疯了。那几天，电视里报道的都是李辉的事儿，玲玲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。怕他伤心，我们就把电视机的电源线给剪了。那一天我下班回来，看见琳琳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，盯着电视机的屏幕在笑。可屏幕上根本没有什么图像。我问他，琳琳，你笑什么？他抬起头来，奇怪地看着我说：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我家？”我们把他送到市精神疾病治疗中心去，医生说他患了一种类似于老年痴呆的迟疑症，叫塔梅亚诺综合症。
医生说，年轻人得了这种病，治愈的可能性很小。为了治他的病，我和他妈没少跑医院，我们还去了北京，李辉的单位也帮我们联系了不少的医院，但都说没办法。玲玲就在精神疾病治疗中心住院疗养，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，也不认识我们。我们拿李辉的照片给她看，她也不认识。半年后的一天，医院突然打电话来说，玲玲不见了，从医院跑了。为了找她，我和玲玲她爸爸，这一年多，赵玲的父母为了找赵玲，吃了不少苦。赵玲的父亲辞去了公职，母亲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。每次听到外面发现了和赵玲年纪差不多的姑娘的尸体，两位老人都要跑去看，不管路多么远，他们都要亲自去。我们跟他们说不是赵玲，可他们不相信，非要亲眼看一眼才放心。这一年多，我们周边县市的太平间他们都跑遍了，因为李辉是牺牲在这儿，所以他们也到你们市来找过，我们也向你们市公安局发了协查通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阿姨，你不要这么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时间不早了，都快12点了，你们也该休息了。现在我们就把赵玲带回去。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宾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回西川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是不是我跟李辉长得有点像？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那要不就是脾气性格？也不像。那他为什么总是把我哥当成他的老公呢？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？琳琳，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回去。我不走，哎、我不走。还有你最喜欢的树木姐姐呢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家的。琳琳，老公，琳琳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啊！琳琳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淑芬姐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今天还让他待在这儿，明天我们把他送到机场去，好吗？我看也只好这样了。那明天一早我过来接你们。你们放心吧，明天我和我哥会把他送到机场去的。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去哪儿啊？去机场。去干什么？带你看飞机去。
上车。走吧，那我先上，你不是愿意跟着我吗？来。来，上来。来吧。连连，别碰我！哎，听话，跟爸爸妈妈回家啊，这儿没有你的家。不，我不跟他们走，我要跟你回家。你先跟爸爸妈妈回家，过几天我和子琪会来看你的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没事，咱们走，咱们回家。快，听话，听话。哎哎，咱们回家。哎哎要不，你们先回去吧，看哪天我找机会再把他送回去。哥，不是，你看现在这情形，你怎么办？你现在就把他弄上飞机，他要在飞机上闹，那不更麻烦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留下来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我和张子琪想办法把玲玲送回去，好不好？别怕，别怕，啊。可能啊，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，怎么可能坐那么长时间的汽车？你要知道，从这里到西川有2000公里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你的身体……没事，别听他瞎说。什么瞎说？肾癌，现在又在肺上发现了癌细胞。哎呦，这恐怕不行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他现在死活不离开我半步，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他送回去？没别的。我就想在死之前做件有价值的事情，来世也能有个好报。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。只要能把他送回家，回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喂，哎，子琪啊，是我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这么巧，我也正好要找你呢，你先说吧。是这样啊，我现手里啊有一个有关开发生物岛的项目，目前正向全球招标设计方案。子琪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你在东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吗？你的理想不就是想搞一个
高科技概念的生物岛工程吗？现在机会来了。你说完了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我已经不记得什么生物岛，什么高科技概念。你呀，另找新的合作伙伴去吧。哎，子期，这事儿只有你合适。为了红环，为了我，你就出山帮我一把啊！你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呀？行了，现在该我说我的要求了。我需要一辆车，最好是面包车，车况要好，连带司机我要用一个星期。你是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听明白了吗？那行，走之前你跟我去医院问一下医生。医生的话你也信？他们恨不得我天天住在医院里。不去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去医院。子丹，子琪呢？子琪，你不要命了？2000多公里呢，你这不明摆着想自杀怎么着？那不是正合你意吗？别胡说八道，说正经的。说正经的，车弄着了吗？弄车还不简单，打一电话分分钟的事儿。行，那明天早上8点连车带司机楼下见。没问题。哎。哎，没什么事儿，你赶快走吧。子琪，这是生物岛的计划书，有空啊，你帮我看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快把那东西给我拿走，要不我给你扔了。哎，别介。不想离开家。我们不是离开家，我们去旅游去。你和我，还有子丹，还有你最喜欢的淑芬姐姐，好吗？旅游？对啊，我们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，那个地方叫西川，是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。那你和我一起去？当然了。你弄那么大个车干嘛呀？2000多公里呢，车大，路上舒服。哎，你不会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？那么大的事儿，我哪能不去啊？赶紧上车吧！啊，来，把东西给我。谢谢。怎么装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我宣布一下啊，这回咱们路上不住宾馆，野营，边走边玩。我准备好了一切啊。这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？子琪，这些年来一般这些事情不是都我安排吗？什么时候麻烦过你啊？是不是？再说这样不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吗？得了吧，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。子丹，往里坐。一会儿车上还来人啊？没有，都到齐了。那干嘛坐那么急啊？
小朱啊，我再把要求说一下啊，第一要稳，第二还是要稳，第三还是一个稳字儿。好，开车。记住了，高总。我给大家讲一段子，昨天刚听说的，说是有一个国际航班正在万米高空飞行，突然冒出一老头，大喊一声：“我要劫机，快把飞机飞到巴黎去。”那空中小姐就说了：“这航班本来就是飞到巴黎啊，你干嘛还要劫机啊？”那老头非常气愤地说：我这已经是第三次坐这趟飞机了，第一次吧给我劫到了阿富汗，第二次呢给我劫到了伊拉克，这回无论如何我也得先下手，要不然我连家都回不去了。高建国，你不会要把我们劫持到生物岛去吧？这次旅行你要是再给我提生物岛，我就把你扔下去，我说话算数。哎，我可没说啊，是你先说的，